我本来就是每天都叫你们要听爸爸妈妈的话，啊，你们都有听吗？没有。嗯，好多码哦，这是双头码，我没有分开了。哇，白马的故乡，有空再来看看他们，这也是白马的故乡。对啊，纯种野生白马，把苹果吃下去了。前面又是黑森林了，而且前面是1.8嘞，我们已经从1.7一直拓展到1.8来了。种一下树了，种树苗了，种树苗在这里，这里也种了，1.8了，我们到1.8了，前面就是1.8了。我一直觉得这里可能会撞到头。这里会，烦死了。好了，没了没了没了，一路开采过来。喂，我来了，要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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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打了。哦，炸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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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看一下有没有炸到我的路？没有，没事。好了，跟我没关系。不要了，帮我补回去啊、哦！虽然跟我没什么关系，可是我还是有什么有道德良知，跟这个苦力怕不一样。苦力怕没有道德，没有良知，就是坏蛋、废、坏人。帮你补回去，虽然我觉得有没有补差不多。这样好了。其实我想补回去是为了要减少我那个啦，减少我背包的空间呐。我不想花这么多背包空间放这些东西啊。这里感觉好怪哦，这一棵树好怪哦。嗯，把这里也挖掉一点。哎，又来又被射了。来呀、啊，过来啊！他要来了没？哎，来了。好了，我的马儿不是放在这吗？等一下去找一下好了。这样子好了。马儿，马儿在哪？我把它放在这附近呢、啊。要去森林里面找。我的马儿嘞？马儿你在哪？大家有看到马儿吗？对啊，我刚才消耗一点泥土，他不会沿着这一条路回去吧？他有这么神吗？照理讲应该在这附近，对不对？马儿你在哪？马儿嘞？好啦，算了啦，不来了啦，继续啊！你说什么东西？跳进水里就好了。你是说躲弓箭的时候跳进水里哦？谁教你的啊？拜托，千万不要说是秋风教的。我跳一次给你看，来，他还是可以射到我。哇，有没有看到？超夸张的！千万不要躲在水里，好不好？千万不要说是秋风教你的。弓箭手的弓箭，千万不要，千万不要躲在水里。千万不要说是秋风教你的。我们要找我们的马啦，那个有马鞍的，还有马铠，很强的马。血很多的马，虽然血很多的马走不快，没看到哎，真的没看到哎，你没有看到吗？我记得我是骑到这边呢，然后把它放下来了。找出来一点看看，没有哎、欸，真的没有哎、欸，我明明就在找，你们不帮我找，还说我遗弃嘛？到底是谁遗弃呀？我真的遗弃嘛？我就不找啦，莫名其妙，真的是莫名其妙哎、欸！你们爱乱说话，
真的应该抓出来教训一下，对不对？要教训一下，真的要教训一下。秋风要好好教训你们。没看到，好像在树上，是不是？爬到树上去了，这么夸张？喂、欸，他怎么有这么会跳、哦？跳到树上去了？没看到啊，没看到，没有在树上，刚刚飞走了，溺死！你们都讲那些不切实际的话，他会飘啊。小僵尸都会飘在上面呢，他凭什么不会飘在上面？对不对？爬到树上我也有在看啊，可是我没看到啊。哪一棵树上可以直接讲，好不好？拜托你们了，看到就直接讲。只有兔子而已，我们也跳到树上去。哎咻哎咻，树上啦，结果都没有，都听你们在走，根本就没在树上，在走在骗嘛，你们吼，你们就是爱会骗，爱骗嘛，哪来的树上？树上根本就没有，树上只有羊而已，你看有羊，没有马，在骗嘛，你们就是爱骗。没有啊，马在后面，在后面是不是？然后在后面，我的后面，你的后面，哪边的后面？你们讲后面，实在这个发言实在很没有用哎，因为会延迟啊，哪有这么准的？你说在后面的时候，嗯，不要讲后面，要讲在哪里，好不好？好啦，我们走啦。你说的后面应该是这里吧？就在前面一点，你不要跟我说你看错咯。嗯，这一块确实是没有了，又来了，再走一次，再看一次好不好？就在这里啊，它就在这一块小岛上。没看到啊，没看到，又来了又来了，没看到，还是没看到，剩半滴哦。喂，先跑，等一下再回来找。没有啊，真的没有哎、欸，他是不是往回走了？哎、欸，在那里耶，他怎么走这么远啊？他太会走了吧？他太会走了，走太远了，走太远了，哇，这么会走，走这么远，好了好了，走回去啊。我要把那个刚刚炸毁的路，炸毁的都铺好。看我们待在这边太久了，那个怪超多的，炸毁的铺好就好了，其他不铺了。哎、欸，这里要补吗？其实有点懒得补哎、欸。补一下好了，勉强补一补，勉强得补哦。好了，勉强补一补，把东西吸回来，再放换泥土，把泥土补回去就好了。喂、哎，噔噔噔，好了，就这样子了，走了。马儿，我们走。他在跟兔子调情呢、欸。哎、欸，我们不是要走，我们还要继续往前扑。我们还有一点嘛，还有一点花岗岩，继续往前扑才对。
我把马儿带到这里了，他不会又想往回走吧？哎呦，那里有女巫哎！哇哦，他好猖狂哦！我们的马好猖狂哦！想不到他可以走这么远，这只好看起来好强哦，这只看起来好强哦！嘿嘿嘿，哦，他的衣服和裤子都会发亮哎！也不会逮我一下哦，真小气！你看看，他真的游回去了，不会溺死啊，马不会溺死啊，马会拼命的游。你看他现在拼命的游回去了，我们一直往前走，他就一直往回游，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最后一组了，最后一组了，我们先去。勘察地形好不好？勘察一下地形，看是要扑上去还是要挖掉。哇，那里有花岗岩呢！哇，这里有花岗岩呢！这是什么鬼地形啊？我们还要先探勘呢，探勘还要跑酷哦，真的还假的啦？我们只是在勘察地形而已。他在这边跳上跳下，上面有树叶，跳得起来吗？跳不起来，走这里好了。哎咻，哦，痛，走不太过去哦，没有办法不改变地形走过去哦。我天哪，这是什么鬼地方啊？这什么鬼地方？啊，这是鬼地方哎，有点恐怖。好啦，挖隧道啦，挖隧道啦，直接挖穿好啦。这里哦，这里是人间仙境呢。来看一下。我天呐，还蛮漂亮的，不是我在说，还蛮漂亮的。哇，人间仙境！好了，走回去了，走回去哦。勘察完了，决定要挖了，嘿，决定要挖穿了。我不晓得这是什么地形，先跳到旁边来。我们已经决定要挖穿它了。而且我们不需要那个嘞，不需要去那个其他地方挖了，我们在这边就可以直接挖了，因为这边已经是1.8了，对不对？这已经是1.8的地形了，1.8的地形就可以直接在这边开采，不需要大老远回去。这也算是不错的感觉，不错的体验。挖掉，我们是这一条哎，这一条为什么会刚好在隔壁？要挖4格高，挖挖挖哇，有洞哎，有地下洞窟的感觉哎。旁边还有东西耶，先铺了。我们的剑都要没了，它也不掉。我们现在可以直接铺了，有没有？我们已经铺到1.8的世界来了，好神奇哦！好神奇哦！穿过洞穴，我的天哪，这什么情况？又开采到不一样的世界来了。铁矿带走一点，这里有花岗岩呢，直接开采有没有？